comes the moon, held by my love. Hi, Happy Wednesday! 今天是 Mira 游泳的日子，然后我们等一下也会拍证件照，也会拍写真照，所以就我蛮期待的，我超期待的，因为我只想要看他就是游泳的时候脸就这样就挤上来，一定超可爱的。那我们现在就要先跟家人吃饭，然后就开始等游泳啊 ，baby。哦，这就到我们的游泳池了。嘘，你哦，你小心拍照，眼睛张开就好。小心，来，小心，好吗？小心。有了 ，Hello， Mira， wake up。所以现在房间在纸箱，因为刚刚那个妈妈进去，看一下，忘了。所以，刚刚证件照有成功，卖半成功。嗯，他们不会这么严格啦，因为小朋友本来就不太受控。真的，现在要游泳了，游泳了。照相机还蛮专业。对，哎、欸，很多小朋友拍照都这样，都睡，平常都不睡。对，等一下要游泳啊！他都是睡觉的，在那边打哈欠，这么棒！哎，要游泳了，宝宝，宝宝，宝宝，怎么会这样啊？完全不懂。他等下碰到水，应该就会起来了吧？游泳哦，多难啊！是不是？阿爸，你藏起来啦！哎呀，对不起。好可爱，有没有？谁好可爱？好啊、哦！哇！好，给你抓着，给你抓着。等一下，来哟，来哟。啊，好可爱哟、哦！他在游啊！游，他刚踢过去。讲完你话就跟我们讲。完全不会怕哎、欸！他的表情怎么那么厌世啊？超好笑的！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而且我每天叫他，都一直很想找找哦。在找哦。嗯，妈咪在哪？游过去，游过去，游过来，可以可以。游啊！妈妈，你帮忙合照，现在眼睛好大啊、哦！现在，戳戳他的小手。哦哦。不紧张，好不好？阿姨眼睛要张开了吗？哦，张开了，张开了。好吗？阿姨慢慢放咯。好，阿姨慢慢放啦。那阿姨要看你游泳哦，哈。阿妹有没有好可爱？阿妹，哎，阿妹你脚可以动了呢，哎，自己踢一踢。他蛮油的，他现在醒了，他感觉在油啊，抓到那个，对，他抓到诀窍了。你看，你看，自己会转呢，好玩对不对？找你，阿美好玩对不对？阿美，他会看镜头，他会看镜头。哦，摇了摇了，哎，阿美，哎，阿美 ，Hello， 怕了不怕了？对，不怕了。对，你可以叫他，他会转，他会慢慢转。宝宝，宝宝在哪里？欸、他真的在游哎、欸！他真的在游哈！对啊，太可爱了吧！疗愈对不对？那好。可是刚这块证件照怎么没那么醒？现在超醒的，有没有？有醒的时间都很厉害耶！对啊。哇！好哈、哦，好玩哦！起来了！对啊，要起来了！好，要起床，要起来喽！起床，要起来喽！起床，要起床，要起床。起来了！你还把丫丫摆那么整齐，超好笑。他起来了，好，会不会起来就哭了？会，一般宝宝都会吗？有一些宝宝不是下去的时候哭，就是起来的时候哭。那我们下次，我们下次再来游，好吧？要滴在手上。好。搓一搓嘛，哎，对对对，你要增加它的延展性跟温度。OK， 在按的时候，甚至于都可以跟宝宝对话。按腹部的时候，压着它，有点类似就是所谓的热敷。好，眼睛对眼睛哦，可以跟他讲部位。OK， 而且一定要讲具体。
好，他以后对认知他会非常的清楚。哦，好，记得一个原则，就是以肚脐为中心，按的时候哈，好，有个叫做日月太极法，就是像日月，我就是绕着他的肚脐顺时钟，记得哈，所有的按摩都是顺时钟。好，那你看到我的左手是不离开他的肚子，右手适时的扎进去。再来的话，一个叫水车法，就是从上到下。从上到下有没有像水车一样这样打？好，那所有的动作大概都做5到10次。好，那还有一个叫做 I love you， 就是画一个 I love you。OK， 好 okay. 一样就是顺着肚子的顺时钟。好，好，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是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它才可以排便出来。Okay. 所以记得一定就是顺时钟。那也有人好握着之后按这样子小螺旋，好，但是以肚脐为中心点这样按小螺旋。OK， 好。按完之后，好，我们就是把他的脚放松，然后往上压，大概压10秒钟放松。好像这个动作一样，都是5到10次。OK， 好不好？像这样子的话，小朋友他会对肠胃的这个吸收是很有帮助，他比较不会半夜哭啼。嗯。那如果说哎，你看到他都配合得很好什么的话，全身都可以帮他按，好。握住它的两侧，往上滑，往上滑之后，记得哈，在他的肩膀这边抱他一下，然后再滑下来。哦，手不离开他的身体，哦、不离开他的身体。好，换另外一边。Okay. 这个动作哈，可以增加他的一个心肺的活力，好，血流循环。OK， 好，所以对他以后的这个心肺的这边的肌肉是很有帮助。所以这样来回，好，来回完之后，还有一个就是画一颗心。哎呀呀呀呀呀！好痒哈！好，画一颗心，有没有？沿着他的这个胸骨上面画下来，画一颗心。OK。好，第三种是中间慢慢往外，往外推。对，回来，记得手我都说不要离开嘛，对不对？中间回来，好、okay. ，这个就是他一个胸部、腹部、手脚。My child, held by my love, to offer hope to a world with light from above. 我刚游完泳了，要拍照了，宝宝，我拍照了。乖乖乖乖，没事哈，不要拍照，拍、okay. 照很好玩哦。Tender and kind, built over time.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Steady and pure.Patient and sure,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So shout from the city gates, hear heaven bless this day. Let all the elders say that this love was worth the wait. Let go and hear the soundPull all the barriers down. I'll cherish the one I found. Yeah,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Careful and wise, true and refined.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Gentle but strong.Suffering long,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So shout from the city gates, hear heaven bless this day. Let all the elders say that this love is worth the wait. Let go and hear the soundAll the barriers down. I'll cherish the one I found. Yeah,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Let the sound be heard. Let the songs be sung. I have found the one that this heart loves. Let the veil be torn. Save yourself no more. Let this love out from the city gates. Hear heaven bless this day, and let all the elders say that this love was worth the wait. Let go and hear the sound. Pull all the barriers down. I'll cherish the one I found.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This is my love. 在干嘛？在干嘛？通常啊，看你们要用口水巾或者是干湿两用巾洗都 OK。OK。对，然后就记得一个纱布巾也可以啊，也可以。OK， 好。然后就用脚胶，先洗一个眼睛，再用另外一边的脚，再洗另外一边的眼睛。的要给它按着，那像爸爸手应该比较大，两边都可以按到。OK， 对对对，啊，如果把它压起来，对对对，不要让它进水就好。好。然后啊，这边记得要搓。一下，痒痒啊！我会洗干净。好了好了，我们起来了。对呀、啊。好了好了，洗好了洗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不要吓妈妈了。没事。哎，哎呦，哎，不吓了。怎么搞的？你怎么了？稍微笑的、哎，阿姨还没开始穿衣服哎，所以前面也是有皱褶的地方，也就是也是用肥皂，就是、又要用那个肥皂。对，尤其是腋下跟该逼那边。哎，你在干嘛啦？哎，起来的时候一样，这边该逼要给它擦干，对，先擦干，按一按，好，然后迅速穿尿布，没事呀。哎呀呀，没事没事没事。哦，那不穿衣服会害羞哎。对呀。你要穿吗？要吧。好吧。你好好笑啊。然后穿衣服。好了好了好了，穿衣服而已。这种就是比如说快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了，有可能就会是奶粉问题。Okay. 但是他们这个生长期间，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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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他真的很夸张的哭闹，有些医生会建议换奶粉。哎、欸，超好笑哎、欸，这角度，你怎么睡那么夸张？欸、怎么睡成这样子？哎、欸，他这边看，你看头发爆炸。对啊，有啊，那个角度。